海畔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才能摆脱？佛陀诞生在娑婆，是来度众生，指引迷惑的众生走出这迷雾。如今佛陀虽不在，牵着我的手，云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保佑我们最亲爱的师父卢金荣台长法喜安康，功力增长，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一个人他是慈悲和智慧的化身，有一个人他是黑夜光明的指引，全佛就像成佛不论道，永不悔。我是您最疼爱的孩子，让我向您一样。